位观众，由汉乐轩主办海船欢歌颂香江粤曲演唱会现在开始。有请今晚大会司仪何韵仪小姐。多谢冯师傅，亦都系多谢系由万敏聪师傅领导嘅凯旋大乐队咧，系奏咗一首系咁好听嘅开场曲。欢迎各位观众，你哋嘅莅临嘅，多谢。我哋今晚黑咧預備咗咧係好多嘅精彩曲目送俾各位觀眾噶啦，咁啊第一個要介紹嘅節目咧就係由何建雄同埋黃錦州合讚嘅一曲《林沖淚灑滄州道》。咁啊，林沖咧因為係被高俅父子所害，被蒙帶兵器進呢個白虎節堂，因而被解配去滄州，而其妻子張貞良趕赴於滄州途中，依依送別。為我哋演出呢個曲目嘅咧，就係許澤瑤先生火拍粵劇名伶胡子文小姐。嗱，有啲嘢咧要同各位講下喎。你一間睇到二人嘅造型咧，個話嘅聲咧唔好咁大喎，知唔知啊？嚇，知唔知啊？唔好咁大啊嚇。咁啊，係有個好驚喜嘅俾各位觀眾嘅。好啦，掌聲歡迎佢哋兩位林沖淚灑滄州道。
寻万只看交影，风雨正漫漫，心境遍地哀鸿声悲叹。风流但情君的山梦残，天天忙忙关
西风无理，仰天长空叹，遮天接手恨乱间。风雨吹，人夜孤魂别离落霄丹，且把风沙最放眼，此去千里风云会呀所以
只剩得镜底尘封的人用难。多谢君归来此日，再共你啊！